主料：土鸡蛋三个，辅料：油、盐、清水100克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三个土鸡蛋放入碗里，打散，放入100毫升清水，适量盐，搅拌均匀，放入适量油，我加了一勺，放入蒸锅里，15分钟就可以出锅了。哈哈，出锅了，妈妈香的呢。烹饪技巧：一水一定不能放热水，不然就变蛋花汤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